Hello Sky， 我波老师 Max， 哇，好久没有找大家一起来活动一下筋骨了哦。我们今天要搞什么？今天呢，其实这样子，因为前阵子我在 IG 上面看到很多人在玩一个滤镜的小游戏，叫做 Flappy Bird， 就是它会锁定你的眼球，然后你会化身一只鸟来穿越这个障碍物。眼球，对，又有鸟，又有障碍物，障碍物穿越那个洞。是你想说的是那个洞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设计，喷什么东西出来？那个洞就是它会有一些高低起，它是不规则哦，所以你必须要这样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前前后后，怎么样？我们身为剑人，那不可能是只有动眼睛这么简单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会设定一个挑战，就是我们要用浮力提升来控制这只鸟 ，OK， 来猜拳决定谁要先。我们等一下一个人玩三次，好，然后我们取成绩最好的鸟。三次会不会今天的训练就训练完了？不会，没有，这是太么球了。喂，你，我什么鸟？你老鸟没？好，来啊，剪石头，石头，交。好，我最后选。第三，好，最后三次，那你先，好吧。好，等一下啊、哦，好干哦，来了，Go， 一二三，别废话，下去了。有点东西，不让你抢哎。哦，好猛，在家里操练吗？看人在操练，怎么会都不回讯息？你在玩这个？我每天都玩到手机没电。干这命啊！这个，这个某某，平金，啊，这个你过去，他不干。啊！你闭啊！其实他眼球侦测很敏感，
波波，赢了啦！我刚才输了，真的假的？是他那个前面，是他那个前面。哎，你这比我还简单吧？你们两个差不多，我觉得。哎，那这样我那个很难的，我那个你那个真的，那个大臂弯。好嘞，他这个真的很简单。哦，这个哦，哎，过了，有了哎。哎，我觉得他应该是第一个过关的，所以知道。第一个过关的，喂，第一个过关的。不好说，那我们就去
单杠区吧。好，那我们来到第二个关卡，引体向上。那一样就是由我先开始。那我们这个 front bird 已经架好了，我们的鸟袋已经架好了。这个姿势，这姿势有点高。然后怎么样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我先稳定一下，稳定一下。Go。等一下，三秒，头上去，头上去。这次应该要缩的，往下一点。然后，好，没有，等一下哦，只是怕会不会拉到那边。没有，好，开始。没有握，发力握，哦。没有握，发力握，哦。我以为他已经要抓起来了。哦，哎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机会第一名。之下的梦，刚刚那个机会不要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累，是啊，你都累了，我们更累，我们就完了，完了，这个谁赢得了啊？你这个太离谱了，你还要过关了啦，我们可以回家，我要超过63啊，不要，还要过关了哎。话讲太多了，哇，很猛啊！猛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下来的时候看画面有点看不太清楚。啊，我不行啊，这个我可以十秒，我都觉得我很强。哇 ，You ready？ 你先不要晃哦，啊，准备好了，好 ，Go。有没有？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难，有没有？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难，对不对？哎，过头哎。欸我觉得应该是下去速度太快了，所以我知道鸟头有点下坠，鸟头太难了。那你要继续吗？还是我要再再一次啊？现在还有体力还可以你都不用组间休息了。没有啊，他鸟数不够啊，他那个是很快就喷了，哎，马上就来卡，马上就来第几了吧？好的，才六秒，六秒，然后准备好了吗？好 ，Go。阿公抓出来！阿公，哎哎呦，哎哎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七秒攻一平五，我鸟了，好，好喽，去弄第三棒，走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调整好位置，预备 ，Go！ 哇，他位置抓得很准哎，一开始就，哎，看呀，没有，卖死，输了，你刚七啊？哎呀，这次这样没赢哦，至少赢两个吧。直接来吗？好，来 ，Go！ 两秒，我操，一秒。哎，你看这个就比较顺啊，对，这个比较顺。哎，这个你看，这个就是运气嘛。闭眼睛，它是很滑顺的，对啊，像这个就有一点曲折，这个有点难。有没有十七？那你看，就是刚好在这种前面，刚好前十秒是对，我就觉得挺顺的。都没动，你就撑着就好了。不要干过死机啊！好，直接太硬了。药师准备好了吗？好，Go！ 这个也抓得很稳。像这个就有点比较中间难度，因为它至少有上上下。所以药师好吃过为难。我很久没看药师这么认真的表情。不要用手这样。很认真。好猛哦！哎，有机会哦！哦，不会吧？我觉得他这个说真的，他的难也相对简单。吸气下，有吸气下，有的这个又难，那个又难。哦，我觉得他这个赢你，我不觉得他很过分。我觉得他这个他应该要赢你，他应该赢你。加油加油，撑到！他要过关了，很累。强，药师强，过关了，药师过关了，药师服了。哇哦，不错，好强！不想，不好意思啊。婆婆强了，哎，等一下，几秒？十七啊，十七，上次了，七秒了。七秒，稍微刷一下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先拉一点点。我知道，一点点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。
够，不要太认真美。你有没有动？还没动到他就死了。怎么要到极限？好烦哦！你怎么这么……影片的最后，我来试看看能不能也破这个游戏啊！希望他就是难度给我一个简单一点的。来，我想一下。好，你的好够。最后一格了，加油！哎、啊哦，加油！哎、啊，哦啊，好猛哦！哎、欸，过关了，已经出来了，他还没出来哎、欸！加油！过关了，通关！啊！打死了！他、啊、这个比较难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刚差点就加油，好厉害哦！好厉害哦！同事很赞哎，他这个比较难。好了，那我们第二关卡呢？引体向上就由我跟药师以破关就并列拿下这个引体之王，动作控制之王。表现最亮眼的还是我们的波波啦，他非常多很精辟的一个操作，就是太敏感，你知道？我虽然老，但是还是敏感。这是好事吗？当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 Frogbird 挑战呢，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如果大家想看我们挑战任何项目呢，或是有看到什么有趣的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给我。我是盖伊，波波，我们药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